大家看我的笑容有没有比刚才更灿烂了一点呢？白衣美女，嗨，这个是实时的直播是吗？哦，你看他都不好意思了，他以为我们是在做直播，我们不是在做直播，他以为我们是那种，啊，欢迎李哥入场，谢谢王总的法拉利，张总刷一个游艇。我们一起学猫叫，一起喵喵喵喵喵，在你面前撒个娇，哎呀，喵喵喵喵喵。我们不是那种，我们是比较有质感的，你们懂的。哦、你看我们全白的今天，因为我们还要再等另外一位美女，时间已经很紧了，所以等一下路上可能就没有多废话了，一路飙过去。已经先过去了，然后我要回去换了块电池，现在步行过去，很期待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秘密地点，每次都是去一个神秘的地方。看我后面那个美女急的，我估计她已经很饿了。 OK， 这是在多伦多的 Front Yard， 这是以前的多伦多的古战场。这个美女身材非常好，我觉得老外的身材怎么说呢，不管她长相怎么样好像都蛮有型的。今天也超热的，虽然没有下雨，但是因为热我还是已经满脸都是汗了，基本上全身已经湿透了，参加一个晚宴也是挺不容易的。只是快到了，就已经人山人海，一片雪白雪白了，超级夸张的。目测一下，少说有300-400人吧，很多都是坐了大巴，还有自己带了座椅板凳过来的，大家看一看。还有带行李箱的，大包小包的就过了。还好我不需要自备座椅板凳和伙食啊，他们真的是蛮不容易的。给大家看一下。是在多伦多 Garden 的高速的桥下，我真的还被我猜中了。我在路上我就说不会是在桥下吧，还真的是在桥下，是不是怕下雨了？在对的人，一片的白色，你有见过吗？刚已经找到自己的位置了，走上来带大家看一下非 VIP 区是个什么样的。听说还要花几百块才可以买到票，好像几个月才可以买到啊。然后上来以后，下来人还多，超级超级多的，给大家看一下。大家看到没有，真的是人山人海一片，左边也是一片白，右边还是一片白，哇，真的太疯狂了。自带餐具，自带桌布，自带食品，看到没有，还有自己带桌子的，现场看说明书组装，厉害吧。好了，走了一圈还是蛮累的，超级热，特别的闷，不知道会不会下雨。下线，我要去先吃点东西了。